火了，想抓着你们都睡死了，是咋的？快点啊！哎呀，我这也太傻了，这玩意儿大晚上的啊！你收房子呀？你这是啊？老婆爱干，你神经病吗？你那是你说你这行不行？这种分数你还重点高中呢，你拉倒吧你，我告诉你，职高普高这分数进去都是垫底，好三天坏两天的。我承认我就是个分迷，我就看重分数，因为数据能代表一切。我告诉你，我不跟你开玩笑，你要再这么护他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只有一个方法，我搬出这个家，家我交给你，我绝对不罚你的宽松政策。